都需要大脑。汽车科是汽车的一生，资讯电机科技人才的一生，烘焙呢是一个最好的师傅。只要你有相机抓对角度，营造了活泼的气氛，拍起来就 OK 了。环保呢，就是要做好分类。所以在学校是你们这个学校蛮大的，然后很漂亮。学校的改变，现在有很多新的科技的东西，然后每班开始也有 WiFi， 有网路。学校的周围，因为很多的房子在石油的隔壁，对你们才有机会。对我们石油的特别之处有什么看法？欢迎来到石油工商，以下是学校校园的乐。石油最美的地方是哪里？短裙的学姐教育。请你说出实际一里的队服。大育未来，成就未来。石油工商60周年快乐！这里是杂志区，借走这些杂志的话，一定要缓算，会被挤破。特别火，我们需要是一个非常的爱心。这里是篮球场，是下午3点，很热，都没有人在打球。是台南东区最大的篮球场。百看不厌的那个地方，科大楼上面的耶稣，我觉得那个角度看过去很好的。校园好，让我们看起来很和谐。我希望可以把我们烘焙学好，然后希望学习环境可以越来越好。祝学校60周年快乐！高中这3年可以学到更多东西，考到丙级跟乙级的证照，祝学校越来越好，10周年快乐！希望可以考到关于有关烘焙证照的所有的